桃園市新北區的員工五工，恭喜全台灣唯一的客家五工，由景五娘、韓國盤海路、韓國由傑沙文的來做藝的傳統客家中做藝的文化。桃園市客家師傅區計劃用海路來做開眼，同員工五工、韓國夫君的打造做客家觀光五工。韩国大伯建置文化园区，会同客家文化用体验展示韩国教育业的方式来传承发扬。提丰路展览会老出乡为新福客家会老文化体验燃起共创起火，台南客委会副主委方祖美突然随着陈文灿老提丰人士向客委共创开馆。陈文灿讲，会老文化体验燃起就5.6公顷安发。如回楼来走草戏，上至五面族五个吹回楼的日子，南北会润安五港五等强系五港，还那系大眼界艺术燃起。这个海螺广场终于正式动工，总经费4亿2000万，那么预定在109年的5月完工。那它兼具有这个教育导览跟渔业文化认识的功能。你在海螺广场诶，你提丰上吼，对提丰整个意向的一个加深吼。也可以带动哦，地方上啊，为了休闲农业哈。方总们也讲，根据人气来分上客家回乡文化，也是前瞻计划，投入改进是来做个提供厂，也是农民推心先地土壤时间，三提供点计划个其中一个，当得的外界期待。偏过按到前瞻计划、提计划，台湾市政府的行，该推出啊，三万大平，按完全的被期待，安尼的回落，文化体验展区做了上好。桃园市新工处讲，今年新年回落文化体验展区的委托规划设计案结标过后，市部经得个讲，设计已进入草拟阶，正以各界阶段，市政府强建筑施工费快200万停分期，5年盘提摸草拟阶过后，暂时是详细来设计。按上一把空调业5年单位做好，南北也未系发展回中客家观光产业嘅重要角色。下个新闻，罗文泰突然报道。